你说郑进妃贿赂九干吗？想把他儿子推上王位是？谁允许他抢走狗爷国的王位？是谁允许的？那些铁矿石要统统送回我刀村是吗？是啊，这是在向我们宣战，要趁这个气势，快点把一针阿尺推上狗爷国的王位啊！因为找不到红旗，眼睁睁看着这些铁器生锈，这像话吗？你带领天军兵团去抓，为什么还是没有抓到那些家伙呢？带头的好像就是守路，竟敢偷走冶炼厂要用的黄漆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他给抓过来。在哪里？每周六日下午5点，精彩2小时，金守路。